Minecraft turns 15, and we have presents for you! Is there a better way to celebrate 15 years of Minecraft? Our friends over at the LEGO Group had sent us some of this new LEGO Brickerite ore. I'm gonna take a hook in there. It's so heavy. Can you read it for everyone? To celebrate Minecraft's 15th anniversary, LEGO Minecraft team will bring you a memorable experience and adventure. We invite you to open it. We hope to use your power to find and build this rare treasure. Oh, I thought it would break. 应该是敲那个亮亮的透明的地方吧。碎了，这里有裂痕。好，那你继续敲。Oh my god! Open it. Wow! 我帮不了你。你就去吧。那它有说明书吗？这个要怎么拼 ？I don't know。有一张卡片。在这个积木盒中，你将找到2000片以上的 Minecraft 积木，用这些积木还原 Minecraft 的经典场景吧。考虑一下，要怎么接？哦，有一个小河流水耶。目前进度，我盖了一个城墙。然后我有一个角落树，你盖了一个 OK 直角的树，哇，Broccoli， 花椰菜树，我还在拼我的葡萄。现在几点了？快2点了。但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收一下桌子上面的？对，因为我差不多了。好啊。还是你要花一点时间做葡萄，我就去求了。你不要把我一个人放在这，那我跟你一起。你看它很多小碎砖，你知道乐高是怎么装袋子的吗？他们是称重哦，就是每一块乐高的重量啊都是固定的，所以它会，例如说一个袋子就应该是几公克，然后用称重的方式去看你有没有少装砖。你的这个我有拿一个人偶出来给你，就是一个阿婆。你是不是对这个包有什么偏见？这个包现在都是年轻女生在拿哎。可是这是以前阿婆用的。那是以前啊，现在都是一些漂亮女生在拿，像我这种。小鹿，你要不要介绍这是什么？我做了一个袋子，那是台湾时尚购物袋，用了经典的蓝色、绿色、红色的作为配色，然后坚固可提。可当笔筒，很有创意，自己讲。好啊，我来介绍我的树林，还有一些水，然后我有做一个小桥，然后白雪公主的坏皇后在桥的这一边。那个水从这里这样流过来之后 ，Homer Simpson 在游泳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宁家狗的人在追他，在山顶上是 Maleficent， 就是那个菱角头，我忘记他中文叫什么。我们谢谢乐高给我们这个神奇快乐的一个晚上，很想继续拼，但是我已经累了。对，我也是好想继续玩。我的葡萄还在路上，这是葡萄哦。